我出生在中国上海，我在上海生活了20年，我是亲眼看到中国中共的媒体是怎么去贬低台湾人，怎么去贬低香港人。为什么台湾人香港人想分裂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去遵守所谓儒家文化的啊乱七八糟东西，纯粹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啊太烂了，太烂了。我们香港人台湾人还是说你们是哪一个个人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，团结起来，打倒独裁的这些人。反对武统，台湾加油，香港加油。为什么台湾人香港人想分裂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去遵守所谓儒家文化的啊乱七八糟东西，纯粹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啊太烂了，太烂了。我们